原本预期11月3日推出的 PS3 超大作《跑车浪漫旅伍》先前临时宣布延期，而让玩家有点小失望。但玩家并没有多等太久，因为《跑车浪漫旅伍》很快的宣布发售日，而且这次不会再延期了。台湾索尼电脑娱乐宣布，《跑车浪漫旅伍》繁体中文版将于10月24日发售，而且还比日本早一天推出。这次《跑车浪漫旅伍》将收入游戏史上最夸张，超过1000台的车辆资料，以及超丰富的赛道资料，在 HD 高画质描绘之下，这些赛道就宛如现实世界中一般逼真。加上游戏中超丰富的内容，《跑车浪漫旅伍》将打造游戏史上最高等级的极致飨宴。当然，这次《跑车浪漫旅伍》还会有豪华同捆版让玩家选择。其中限量的蓝色 PS3 主机同捆版更是不容错过。另外，台湾索尼电脑娱乐也会针对《跑车浪漫旅伍》举办上市首卖会，发售日前夕11月23日在台北地下街魔力科举办体验会，而发售日当天10月24日于同地点举办《跑车浪漫旅伍》首卖会，也请玩家到时多多捧场啊。